新加坡和布吉纳法索的直线距离为11637公里，首都是瓦加都古，这里也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地处沙漠的边缘，布吉纳法索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十分有限，然而80%的人民却以农牧为主。其次，布吉纳法索也为周边的非洲国家输出外劳，在外界眼中，这里一直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我听到我要来布吉纳法索的时候，第一个在脑里面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我知道在非洲，但是非洲的哪一区？然后这边长怎么样啊？这边的人是吃什么、讲什么？其实我真的是一个问号。啊，终于到了！大家一起来！飞起来了，真的飞起来了！我很期待哦。杰贝莱位于布吉纳法索南部的边境上，是一个拥有70000人口、鲜为人知的乡镇。这里又被划分为44个小村子。Jenna 的目的地就是负责掌管杰贝莱乡镇村长所居住的小村子。这个村落也被誉为村长的王朝，占地1.2公顷，住着400人，全都是村长的家人或直属亲戚。Jenna 这一趟的任务是和村子里的卡瑟纳妇女们一起为正在建盖的土房画上漂亮的图案。现年78岁的卡耶是村子里备受尊敬的长辈，也是负责这次土房绘画工作的主要人物。¿Cómo se va? ¿Cómo? 这叫卡耶，她就是 Tiebele 的这个村子里面的妇女，然后她今天呢这几天她要带我去她的村子里面，然后去认识他们的社群。她是我的 translator， 她要帮我翻译，因为这边是讲法文，然后还有当地的语言。What is the local language here? Kasem. Kasem. 卡爷现在要带我去其他的社群里面的女生会集中在一起的地方，然后我们从那边再慢慢的走到他们现在在工作的地方。在 Jenna 抵达的一个月前，当地村民就已经开始动手制作所需要的土质砖头，这是盖土房的第一步。村民们将地底挖出来的土放入模型里，定型后翻出来，在地面上晒干。砖块硬化成型后，村民们就可以开始建造土房的地基和四面围墙。男人们负责建造房子的初期工作，砌好四面墙之后，再花3天的时间晒干，妇女们才会在这最后的阶段登场，进行抹墙、画图和上色的工作，将房子装饰得富有个性。他们今天主要用的是这个粘土，然后里面有一点点石灰 的成分，还有牛的粪便，他们要把它混在一起，加一点点水，然后这个混完之后呢，他们就要放在房子的第一层，算是他们的膜，然后擦这个完之后，整个都让它干完之后，他们就会开始画画。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呢，就是要把这个房子变成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先去取水。哇，就真的是用非常非常的传统的方式去取水，这应该就是地下水咯，然后他们就要用这个方式去把那个水取出来。 Good exercise. Wait. 哦，哎，还蛮简单的，还 OK。 Il y a de l'eau?很好，就直接交换了。每一天要这样子取水啊，也不简单哎。Oh my god! This one. Okay. 我要试试看。Let's try. Oh my gosh!
天啊，在滴水啊！他们怎么做到啊 ？Oh my god！ 我完全看不到下面在哪里。他们完全没有在用手嘞。你看得出来，这个传统也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所以就有一个算是社群里面的阿嬷在教下一代。然后比较有趣，我觉得是女生在做这边，我们继续工作。然后同时呢，男生也现在还在工作。然后女生其实也没有比较轻松，女生也是要把这个泥土啊都混在一起啊，也是要很有体力的。哇！直接用手弄一颗球，然后直接涂上去。好，我们到这边。有技巧的。How do you do it? Like this? Oh. Oh. Okay. 哎，又掉下去了。Okay. 所以，好像技巧的方式就是先拍上去，然后滑上去。但我的一直掉下来，啊，跟没有用一样意思。当妇女们都忙着抹墙的当儿，男人也没闲着，他们正在铺平房子里的地板。一步一步的，房顶也将完成了。房顶的建造方式十分原始，当地人就地取材，把树干平放在屋顶上，再用泥土覆盖在树干上，太阳晒干后就算完成了。姐姐，你看啊，这么多女生集中在一起，他们是在帮忙，可能是社区里面一个人要盖了一个新的房子，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来帮忙做这件事情。哦，其实有这样子邻居也不错。我想要有效率的，所以我就OK， 快，快 ，OK， 好，那做 ，OK， 好，就差不多了。然后一个女生就会过来，然后就看了一下，然后自己默默的就开始来把我那个地方再磨平一点。你们就很平啊，为什么还要再平？或许是 Jenna 多虑了，卡斯纳妇女们工作态度十分认真，也相信唯有相互扶持，家才能顺利搭建好。即使看起来已经挺完美，旁边的妇女还是会一再修饰，以他们的审美观来取得最佳的效果，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家。OK， 卡斯米现在要带我去看看他的家。然后其实真的蛮好奇里面长得什么样，因为我们都是从外面看就是一个泥巴的房子，但是还蛮好奇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卡耶所居住的土房是多年前由卡斯纳族人所打造的，这当中别有玄机。广告过后，让 Jenna 为大家揭晓，千万别走开。哇哦，塞朱莉，是这个，哇。家有我们最熟悉的亲人和族人，同时也为我们遮风挡雨。家不一定是华丽的，但是它一定是最温暖的。这里的家虽然使用最原始的材料泥土来打造，但它同时也有能力保护族人的安全。为了防止敌人的入侵和野兽的攻击，所以村长才将自己的王朝设计得像迷宫一样。哦，里面真的是一个迷宫哎！哇哦，哦，塞朱莉，是这个，哇，哎，其实我看到开业的房子的时候有点吓到，因为你从外面看，你就觉得好像是木头。因为它的颜色，然后它其实也有雕刻，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是一大块树这样子刻或者是雕出来的。但是你仔细的看，其实它就是泥巴。好，那就低头爬下去了。哎，这个是直接拖鞋。
好。哇哦，哦，那个空间是有两用的，一个就是可以睡觉，然后里面其实也是会去做一些基本的厨房会做的事情。村子里有三种土房，像卡耶所住的这类八字形的土房就是给老年人居住的，长方形的则为有家庭的族人而设计，圆形的则是单身人士专用。同时拥有三种类型房子的建筑群就住着一户人家三代同堂。哇，这真的是要用爬的，我真的非常的惊讶，我真的以为房子只有外面那个小小的那个空间，没有想到你爬进来然后再进来一点还有这么的，其实还蛮阔跨的一个厨房。所以你看它，我最喜欢它的设计呢，就是它那边有一个洞，然后光直接进来，要这样子爬出来是其实是有原因的哦。他们以前啊就是要保护自己，所以这些墙啊，然后这个整个设计就是万一有敌人进来你就可以藏起来，然后有什么可以丢。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的设计蛮聪明的。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房间，就是这里，他们在这边洗澡，这边就倒水啊，然后就有保护啊，所以不会有人看得到。哎，不要看我洗澡。我觉得很有趣啊，如果你从空中往下看，光看它的房子的形状，还有它有多少个房子在一个区域里面，你就知道，哎，这边有多少的单身男生，这边有多少的家庭，这边有多少的奶奶，还有阿公们。今天我跟阿努苏诺去市场，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天就发现其他的人在盖房子啊，在画房子的时候啊，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有饭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阿努苏诺在负责的部分。距离村子徒步大约15分钟就能抵达镇上最热闹的市场，这就这样走进了原始社会。市场的每一个摊位或商铺都是以木头打造的，只有女人才能在菜市场里进行摆摊做买卖，男人则在菜市场以外的地方设立档口。基本上包括那个蔬菜水果啊，还有女生的衣服，就是我目前看过在布吉纳法索是最亮的一个地方，最多颜色的地方。No way! This is for me. Yeah. Okay, this I can do. Oh, this one's small. Hey. Ooh, no hands. 所以我今天就试了，我就试一小包米啊，所以还蛮简单的，不会很重。但是我有试着拿那个他们拿的油还有豆子，哦，真的很重，所以他们脖子真的很强。这个基本上就是 open kitchen 的概念，在任何的角落，只要三颗石头，然后一些木头，就可以把它变成你的厨房。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滚水，滚完之后，我们要把豆子丢进去，然后先让它煮一段时间，然后最后再把那个米饭丢进去，再让它煮在一起，好像八宝粥哦，还蛮像的。他们就真的是从8点到3点一直工作，然后当然有喝一点点那个酿的酒，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真的他们不会饿吗？我不懂哎，我早上吃很多，我甚至比他们吃的还要多，然后我还比他们早饿，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所以这几天跟他们工作下来，我就发现其实我真的太嫩了，他们真的太强了。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其实饿的时候也没有在管手有没有干净的，其实就这样子窝一圈，然后弄一颗球，然后直接吃。这些女生真的很辛苦哎，要一起工作一整天，晒着太阳，然后你看，其实她们什么都分享，你 know 辛苦也分享的。广告过后，卡耶建议 Janet 和大家一起参与绘画的工作。 Janet 打算画些什么呢？大家来帮他动动脑筋，千万别走开。大家一起来吧！卡耶就像是土房的建筑师，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进行。卡耶透露，土房在两天后就会大功告成。房子墙壁上的绘画基本使用了三种颜色，那就是白色、黑色和红色。颜色简单，却能形成强烈的对比。用高岭石在墙上慢慢的抹，才会变成白色。黑色则是使用玻油调色而成，红色则是以红土调和而成。大家所使用的材料都非常简单，是用石头来抹墙，把羽毛当成画笔。我这边发现，其实每个女生有一种默契吧，就是我们在画或者我们在粘那个粘土的时候，到一个段落，你就会开始有点累。那一定会啦，因为我们从早上八点到现在已经下午两三点了，他们都没有停过。女生就会开始唱歌，然后会有一个人带头，他们就开始拍手啊，就开始唱啊，甚至开始跳，都有一种团结的精神。现在大家开始越热闹了，一边工作一边唱歌，就整个气氛就是不太像在工作，比较像在玩啊，或者是跟好姐妹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她就是用那个团结的力量去把这个东西完成，因为其实要踩这个啊，然后要工作啊，其实真的是蛮累的。然后有旁边的妇女一起唱歌，一起鼓励的话，其实有一点很棒的那种加油。屁股很有肉哎！哇！哦，我跟你讲，现在就是 PK battle 了。想到可以在一个牛粪便的一个地方旁边，就是跳起来。哇，刚刚那个就是中场休息 intermission， 然后现在你看，马上就开始工作了。这种团结的精神让常年在加纳工作、近期才回到杰贝来的彼得感到非常温暖，那脸上的笑容也掩盖不了他心中的喜悦。Peter 呢，他以前都在加拿那边工作，然后这次回来要找一个老婆，然后找到老婆之后，他就可以住到这个房子。So I'll take it very well, clean, nice and clean. Yeah, okay. I understand. 他说为了我们啊，他会把他的房子，因为是我们帮他盖的，他说他会帮我们维持非常非常的干净。So do you like your house?So far, do you like it? Yes, yeah. I like it. Good? Yeah, thank you. Oh, no, no, no.在所有妇女的帮忙下，房子慢慢的接近完工了。天气炎热又干燥，大家却一句怨言也没有。累了后，歌声就会响起，舞动的节奏和肢体重新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大家一
起唱，一起跳，一起打，把最后一间房子快要完成了。为了让 Jenna 也有一份参与感，卡爷建议让 Jenna 也动动脑筋，发挥创意，在土房上的一角画上他的想法。好，我决定了，我要画手，因为这一整栋房子啊，其实基本上都是用手做的，对，都是每一个女生集中在这边，然后不管是用挖的，或者是用那种 mix 啊，或者是用石头，其实基本上这个整个屋子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手做出来的，所以我要留的就是手 like that。 OK， 希望他们喜欢。我们都市的人可能已经忘记掉了一个习惯了，就是在这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手工做的，从砖块到盖房子到煮饭，所有的东西都是 by hand， 是我们忘记怎么样子去用我们的手，用 you know 我们的头去顶东西，去扛东西。你看他们的小孩其实过得非常的开心，他们很自由跑来跑去的，所以你说这个是可怜吗？还是这个是幸福？我觉得是看你怎么去看待他们。看这些小孩每一个都玩在一起，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妈妈，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放心说 OK， 我的小孩不会不见，他做坏事的时候我不在没关系，我旁边的邻居也会教训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卡瑟纳妇女们所呈现的不只是一间土房，而是一件作品。通过他们的画作，我们看到了卡瑟纳族人的故事。这栋简单而漂亮的房子更展示了族人心手相连的强大力量。房子终于完成了，然后也画好了。好，你现在看这个，其实你看得出来它是那个弓箭，他们以前其实也是要有去打猎啊，这就是代表小米。其实看得出来，从这边角度看，它就是那个小米长出来的那个样子。然后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主食之一，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代表我们所有这个社群一起做完这件事情。好，这几天真的凯爷非常非常的辛苦，他带整个团队一起去盖，然后还有画这么漂亮这个泥屋呀。终于笑了，终于笑了。家是心之所至的地方，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相互帮助和鼓励的精神，让家变得更为温暖。每一个人不再是单独一人，每一个人也更清楚，唯有靠着大家的团结，再困难的事情也会变得轻松很多。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